我上得堂去，不问青红皂白不，则打我四十大板。我兄长的冤仇，无日的报了。二爷，难道那西门庆生死金阳冈的孟获不成？哦，破冰一言来提醒，武松旗下杀那西门庆，哪里去找寻？二十爷，胡兵开言道：“二爷，你是听，要杀西门庆，花甲一留香，去找寻。”Thank you.
Thank you.